不知有何图谋。 玉州分舵看来是倾巢而出了。 龙泉剑交出来！什么狗屁龙泉剑！你们都该死！老四，押后归你了。只要留活口，怎么样都行。遵命。小娃娃，放马过来吧！害我师父，罪该万死！ 杨叔子的命，本君可不在。还说龙泉剑在哪儿？此地，丫头想法不似凡品，休得应对。 Thank you.
冷风穿云。想到师父在这山洞里，竟然师父给我准备如此名贵之物。那杨叔子的徒弟真进到这洞里去了。外面什么人？龙泉剑的下落，我便让你死得痛快。就凭你们？拦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时候内伤复发，受死吧！该来的终究要来了，如今唯一放心不下的，经脉温热，气质全消。小心！好偷袭的无耻小人！
鬼勾魂，无常所命。咱们又见面了。你的命可真硬。我们可不会失手的。伤了轩灵，不负，告辞。上官兄，多谢。这是叔子给你留的信。陆师兄，赏请慎重。也不知这马是谁的，十万火急，我先借用一下吧。这也就是藏兵谷了，也不知师父和师兄在什么地方。啊，这藏兵谷据说是秦朝不良人的盘踞之处，为何这里连盘查之人都没有？那是什么？这地上的脚印沉重杂乱，似乎还掺着些血迹。这是不良人的行头，上面沾着的血迹还尚未干透，再加上这剑矢来路刁钻。手里少了一人，难道还有这是爬行的痕迹和血迹？老兄，你没事吧？醒醒！住手！何人在此？队长，守谷的弟兄全部被害，全队警备。报告小尉，此我呀，平时就是天力星。他们
其不舍，破风穿云。不过如此，有些功夫，不过还差了点。